开始了，我现在要拍这个火珠子，昨天就有人宝宝让我吃大头巧克力。吃火煮的汤必须喝。有好多宝宝都说，你为什么吃葱啊蒜呢？是不是因为东西不好吃，为了掩盖味道啊？东北人你不知道吗？吃口肉都得吃口葱，特别香，但是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那种。把电话挂了，接单就行。